长期以来啊，我们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本着独立自主、行得友好的原则，与国际上呢，40多个国际伊斯兰教组织和机构进行对话、交流、研讨，尊教对话，扩大了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圈。我们与马来西亚、土耳其、印度尼西亚举办过文化展演，这个特别是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的国际伊斯兰教组织和机构进行来往。比如说，我们与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、乌兹别克斯坦，我们探索建立了中道思想国际研讨会，旨在呢应对极端主义挑战，为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做出努力。当然，今后呢我们将继续深入呢推进这一合作，宣传人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，弘扬以汝会吞的历史经验，讲好和合共生的中国故事。